嘴巴点的啦，经济吧，优奈，按下去，优奈，感受痛苦吧，我会怕，我按不下去，一袋米要扛几楼？我按了，好，安静，你按了吗？我已经按了，我没调直播画面，你们先忙，好，我按。你是说你的串流按下去就跟那个点开广告叉叉那个一样小，听不到？听不到，比广告叉叉还要小，好可怕啊！安安，安安，安安，因为开了没啦，我开了。嗯，完了，别乱跑！你有没有回应？啊，对哦，我忘记戴耳机，要戴吗？要戴吗？要吧。我可以戴一下耳机。你要自我介绍啊！你要空？我不要，我会怕。怕什么？不行啊，我不知道怎么用耳机。开台。没事啊，我当时跟阿金他们玩的时候也是紧张的要命，不敢讲话什么的。然后现在呢？随便。脏话一大堆啊。随便，没在 care 的啦，随便。对啊，毕竟我当时又不是什么团体的人。我也不是什么团体的人吗？那不是啊，你是啊。我是娜娜。我不是吗？我都被吃掉了。什么都被吃掉？因为我都是白色的，跟背景一模一样。哦，我要打开繁星跟阿静的来看。不行，你会看到答案。没有啦，对，真的，他们也会猜啦。就我没想到啊。没事啦，你看，你看，给你看，给你看，反正他们答案是盖住的嘛。看一下，给你看。市场好多乱七八糟的，对吧？好了没？你准备好了没？我们要开始玩了吗？你要开始讲了吗？我不要，我不要。你不行，你要的猜牌，你要说话。你很棒，好不好？那安安，加油，优奈。安安，好可怕。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发发了。对，我们来发发了。途中可能会玩换游戏，如果我们觉得差不多了，不要的话。要玩什么？再说啊，一边画一边聊。对啊，打字都会按到我的快捷键。最输跟最赢的优奈都要唱一首歌。好，我们开始吧。不要，关我屁事！不要闹了。对，我先开始。我是无辜的。你的回合。没有，我从来都没想过。一开始不要乱玩好了，一开始画简单一点。现在是谁开始画？阿静。啊、你几个字？你上面有个提示，可以点一下就好。如果你觉得太简单的话，不用点了。我有话。两个字。嗯。两个字。我没画完呢。什么？那是什么？是什么？那是什么？不是棒球吗？我觉得这个跟你也息息相关呢、欸。怎么跟他？跟息息相关？没有玩玩宝可梦的会用到啊，对不对？那是什么？对呀、啊、对呀、啊，很简单呢、欸。我猜不到，要不然就这样而已、啊。
我没有，会给他更多啊！我可以给他更多。画的很好吗？你画的很好吗、啊。他已经把重点全部画完，不能再画了，你知道吗？有了没有？五 kg、哦。不行，我不行，我放弃了。那个叫重量球，很简单哎、欸，重量球。那我怎么知道？那你不知道、啊？可以自己看吗？可以啊，可以猜啊。嗯，猜啊，你猜啊。老茶在哪里？是老茶呢？安安安安。欸、我刚刚很仁慈耶，如果我平常的你话，我猜我会乱玩。对啊，怎么办？综合好像太难了。这是谁？来喽！是什么？哎、欸，他怎么拉不起来？哦，有了，有了，好长哦！好细节哦，不是直笛吗？很。难道我字有打错吗？没有，你打如果字差一点点的话，他会说接近之类的。啊，猜不到。这看起来就是乐器呀、啊！哈哈，为什么你都猜得到？有没有？不是吗？有没有阿静？为什么？那个是什么？他很直白，他很直白，他非常的直白哎！我没看过这么直白的东西耶！有很长，有很长，这一点都不难，这一点很简单。你们都画好好哦，我怎么这么难？那至少现在有二选一可以选，以前只能选那个直接给你答案，要你画。太快了，尤奈太快了。这画的很好哎、欸。不行，这样太好了。你的题目太简单了啦。是吗？怎么办？我好烂啊。没事，刚才能唱歌。不要，我不要唱歌。想一下。不是哦。怎么会是表情？太快就猜了。我想说，你的怎么都是跟人有关的？几个字？无声器啊？是什么水壶？哎，你们看不到答案吗？看看看什么答案？其他聊天室说他们看不到答案哦。对啊，因为你要显示也可以啦，就是有时候像如果开放观众场的话，大小啦，能对能对，只是要换个对量，换个量词，形容词，白痴。就是像如果要开观众场的话，就是你给他看答案，他就 ghost 你的台啊，然后他就怎么办？真的是换个字啊，换个字啊，换个字啊！你有没有好强啊？是观众都被我骗了哦！不，我觉得突然觉得我好坏，可是可以跟让观众一起猜，还不错。对啊。四个字，没错。安南，四个字。
医疗纷争。那你是什么？哎、欸，把这句话都很好哎、欸。柯文哲吗？是什么？你猜对了啊！柯文哲什么职业？以前柯文哲是什么？柯文哲是什么？大什么？啊？医生教授？医生一次是什么？不，我操！变态是什么？他是外科医生。太难了，我还想说画肾嘞哦。有外科的元素。外科的元素去哪里的？有被同情啊！我的答案，我的这个好简单啊。太 easy 了，尤奈太 easy。我另外一个是珍珠哎、欸。我另外一个是什么、啊？忘了。然、哦、后、那画可达鸭吗？还放。你也是画柯文哲哦。那不是鸭子哦，这还不是鸭子。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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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家都被我骗了，答案是鹅。答案是鹅。放心画好好。是什么？哎、欸，等一下，天太快了。鹅啊？这是鹅，答案是鹅。原来答案是鹅。答案是鹅。你大家看鹅鹅。嗯、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不就两个字吗？他不是写两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啊，我都画成这样子，你还猜不出来？他说他没有看呢、啊。哦，好吧。好慢，人生好难啊！到底是什么？啊，不就两个字？哦，有奈，哦，有奈，哦，有奈。哎，这游戏好难哦！哦，有奈，有什么都没有发号。有点难、欸。之前我有这么难吗？嗯，又是综合啊。破破袋、啊。阿纪繁星都好强，对啊，我跟他们不是同个级别的，到底是什么啊？这是宝可梦吗？啊？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哎、欸，宝可梦那一代的我都没看哦。它进化的吗？嗯哼，哦，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看不懂，很难哎、欸。我看不懂右边的，但是我看得懂左边的啦。左边的是什么？左边的我看不懂啊！你是不是在画什么色色的东西呀、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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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画什么色色的灰尘？灰的啊。因为垃圾，因为瀑布它会进化成灰尘山呢、啊。新安装呢？观众都在问他到底在干嘛？好烂哦！六百订阅，谢谢脑残的力量。这游戏好难，对啊，这游戏好难啊！繁星很会画、欸，啊，你们两个都好强哦，我根本就猜不到，这是我打屁股吗？两个字是什么？是有动词的吗？没名字。我猜得到。他就画完了啊！哦，这很简单啊！到底是什么？不行，是什么？为什么你会猜不到？为什么猜不到？加油啊，有人！这随机好像真的还蛮难的，很难啊，好难哦！怎么会有动词？我根本都没有提示字，我就可以一起玩吗？先等等，看牛奶表现。妈呀，你在干嘛？我画完了哎、欸，王静加油！啊，一个字。对，你就差一点点了。怎么是这个字啦？好，轮到我了吧。好难哦，这游戏我已经被海放40分了吧。我刚外科医生还没猜到哎、欸。这个一轮是几分呢、啊？看阿静当时挑几分啊？最低有120的啊。嗯？当什么人吗？啊！我不对吗？啊！我居然猜到了！我居然猜到了，早安 Pico。很难吗？很难啊，难死了，难死了。难死了人数太多了，对啊。直接画主播很难，因为原来没有玩 LO， 我又不能打画达瑞文或达瑞斯。嗯嗯，哇靠！我怎么猜到了？我知道了，这那么简单。我怎么知道了？这代表什么？这怎么那么简单？我怎么？
你这样可以猜到？因为那个形状只有一个东西是那个啊。我要五杯木瓜牛奶。我要买五杯木瓜，五杯什么？五杯牛奶哦。我要五杯木瓜牛奶。太快了！我都很简单，还好。那就是故意歪呀、啊，歪到人家猜不到，猜到有点俩公那一种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人吗？提示一下是什么？白图，灰修图。啊！猜到了，消防。哇！你们好棒啊！统神端火锅是什么啦？呆！统神端火锅，真的可以画哈、哦！不然下次就在开台说要唱歌，然后进去都是有统神端火锅七分钟。不要闹了！嘟嘟，啊，这好可爱哦！啊，画错了，我们不让你画完，应该画他的。但我不会。一代。八点，绵羊就是八点。八点。绵羊为什么是八点？啊，你没看过绵羊那个、啊、料理啊？八点。早上八点。嗯。太快了，尤奈太快了。怎么样？开放观众场吗？想玩，我们大家看尤奈训练的怎么样，我们再看要不要开放观众场。很难呢。我们怕左边前几名看不到尤奈。这最多可以有多少人？30到5。对，所以其实就是很多人会花不到一轮就结束了。嗯。好妖啊！对不起，怎么啦？我已经……啊，你画完了吗？对，我已经进。笑屁是什么？看笑很贱啊！那是什么？哈？我怎么知道？哈？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有这一题耶、欸！我天哪，猜到的啊！那个人代表什么阿静？那个人，你就看他的脸啊！没有，如果没有这个提示的话，很难哦。我跟你们是不是有代沟？可以吧？这很简单吧？这是什么？答瑞文吗？答案是什么？快乐，很难对不对？快乐，很难呢。我要死了！太抽象了吧？要再挑战一次吗？我看你好像不行了。灵魂艺术，他艺术，妈咪，
滑的发都是快的。我问他只有，我居然答对了！我的天哪！居然答对了！我的天哪！安安，两个都很简单呢。你可以画难一点啊。但是我画画的那个地的那个程度也就这样而已。我怎么猜得到？我怎么猜不到？我怎么猜不到？这是什么？我在啊，我在玩魔术方块。你在玩魔术方块？对啊，有掉声音。原来那个是那个声，我以为是打字的声音。哈哈哈哈哈哈！他在画慢，他还猜久一点，你会觉得羞耻。跟你讲啊，快点，我不知道怎么画，我是真的不会啦。我说你画得很好啦，我是真的不会。画屁嘞！为什么你猜得到？啊，我看到上面的花瓣出来就猜了。这是什么？这个啊，简单到歪！我刚刚想说，我想画点别的东西，放弃耶。嘿，怎么选字？选字按下啊，简单吧？啦啦。喝口水。我怎么才多啦？我在说他是机器。画得好好。这题是什么啊？该不会是叮当吗？哦，哆啦 A 梦是？该不会是叮当吧？该不会是乒乓吧？嗯，太难了，太难了，这题太难了，哦，难死了，难死了，难死了，太难了，太难了吧？哆啦 A 梦是什么啊？放大灯哦！啊，你画完了？啊？啊？啊啊啊！我打字怎么那么慢？哎，还行吧，我刚可以可以，有像有像。
好的，拜拜。啊，总画不出来。天竺鼠，只有两个字哎。车车，汽车。马路。那是什么？啊！强盗。哎，你到底是什么？抢银行然后的偷车吗？太简单了。哎，我怎么猜不到？我看透了这一切，简单到不行。嘿嘿，嘿嘿，怎么办？我要怎么选？猜到了！太扯了！你怎么猜到？太快了吧，蛮行！就猜的、啊。才露西亚的也太过分了吧！你觉得我画张板是吗？还是他是凹下去？还凹下去是怎样？这是什么？一个植物吗？这是菜吗？这是鸟吗？这是宝可梦吗？你在画北车那个吗？鸟头人？车什么？白痴！我居然猜得到！我想说，喇叭牙头上有叶子吗？有啊，他头上有叶子啊。喇叭牙，观众居然猜得到是喇叭牙。哎、欸，我画的很像喇叭牙，不像。这是什么？广告。那是什么？屁股的中文是什么？那是什么？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蛮心。来投诉我可爱啊！头发发怎么画？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然后选主题是综合，怎么画？这是什么？我突然不会打中文了，天啊！是吗？他打对了。我突然不会打中文，笑死！惨！我要写个惨。嗯，这边屁股还是屁股不是一样吗？黑菇啊，黑菇不是黑菇是这个，快点是谁？我啦，来 Google 啦，要逼他，可以 Google 吗？可以啊，黄色的。拜拜呀！他眼睛也太旁边了，他眼距太宽了吧？这是比目鱼吧？那什么？
一个字，那什么？两个字，骗人，骗人，不这个吧？哦，但是什么？对你没骗人，他没骗人，对了，你说谎啊！我骗人啊！你说谎，我说谎，你说谎，我说什么谎？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了。我画这辈子最丑的东东鼠了。我再也不要相信你的提示了。三个字啊、哦！哦，有奈啊！怎么了？哎、欸，不对啊，你有奈分数也很近啊。对啊。我这次比刚刚好了。有啊，你平常心，反正等下都要唱歌。我没有唱歌，不要乱讲。还是我们可以三个人去玩的，应该只有糖豆人。这是某我分心猜到了。可是糖豆人现在连线不是很烂吗？应该好了吧？我每次都会这样。应该好了吧？那、啊、如果等一下的话，哦，这个。看大一看就知道是钻石，只要用蓝色的东西就是钻石啊。黄色的，我看到那一点了。黄色的，东东鼠、皮卡丘、布丁狗。你们是在哭吗？我就是画一个帽子、欸，你们这是什么毛病？我连画完他的权利都没有。你要干嘛了？我就只有画一顶帽子。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已经知道你要干嘛了。我就只画了一个帽子。怎么办？怎么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怪？哈？沮丧。体验是什么？对啊，画完了。哎、欸，我都跟他一样，是什么？我怎么秒猜呀、啊？哎呀！怎么我猜不到了？我最近应该是猜不到了。不是影子吗？在猜啊，你对一个字了。什么影？加油，龙奶，加油！加油！哇，你好棒哦！好难啊，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什么背包打不开？想要怕吵到你们，赶快看看不讲，好难开。这该不是这个吧？不是、欸，超人。这是什么？我要猜这个喽。靠你！我不是这种人频道、欸。为什么不是迷路？我终于打开了。好的，可爱，你怎么猜这么奇怪？不好吧？不好吧？可以深夜台了是不是？我要来了。现在八点半。不乐事啊，好久没吃乐事了。
哎、欸，你是不是有奶啊？哈？嗯，阿进输你啊？真的、欸？阿卡西？是什么？几个字？为什么你耳朵这么难啊？还是你把它画得很难？有动词？这个不对吧？这个不对吧？哎哎，怎么样？哎，好玩吗？你要换题目吗？我不知道。那就继续。你不换题目啊？这个有很。要换吗？换了什么、啊？有很多啊，卡通啊，动漫啊，神奇宝贝啊，还是有其他的啊，还有麦块的啊，有麦块题目，你帮我玩看。好啊，好啊，那离开啊。OK OK。啵啵啵啵，广告。像上次我就是玩麦块题，开放50个人进来，好多、哦。结果我们猜了4轮，还没画完1轮。没有，就是每个人都猜嘛，他就是已经结束4轮了，还没轮到我画第二次。好多人，太多人了，50个。对啊，而且大家都是秒猜啊，都会玩那一块。我传一下链接啊，大家等我一下啊。顺便改一下这个链接。好了。好的。原来下面的是看的哦，下面的是看的。我吃了一个猛药，有听到了，哇哇哇哇哇！所以才会跟你讲说，你那个什么关掉？什么？是那个、啊、那个 Google 的声音是关掉的。怎么用？怎么用？等一下，等一下。没有，就是你右下角的那个 Google 网页的声音调到零。嗯。怎么办？我忘记怎么把那个放到上面了。我刚怎么做的？过个人格。嗯。有了吗？没有哎，画面是黑色的。嗯。等他一下嘞，没有吗？还是黑的吗？啊，好了好了，好，那快猜快猜，你们已经开始了吗？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那快猜快猜，三个字，三个字是你画的吗？对啊，那什么那什么那什么。加油！加油！那个题目可以，这是简单的，这是简单的。加油！你生存2分钟就看得到他了。生存2分钟就看得到他是什么？我觉得很有压力啊。是什么稿子吗？什么台词吗？我画得很好，哭啊！我的很好哭啊！你又这么乱死！画的好好，我天！牛奶不要打错哦。我忘记另一个长什么样子，只好画这个简单的。
哎呦，哎呦，不会打字了啦。哦。那、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字？同时中继器，忘记讲什么。你怎么可以忘记它？看来做太少红石机关了。嗯。好呀、哦！我真是懒得画了，我真的不想画了。大家加油！是什么？什么东西？曾经就差一个字，你就差一个字。谁差一个字？这不是钻石矿啊！把矿换掉，你们这些小白痴，把矿换掉。不是矿是什么？你是不是画错了？好哭哦！画错谁画错？是你明明猜错。你颜料不够。不是这样的，他应该是整个都懒的。太快了，太快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他明明又会一个字，他右边是绿宝石矿啊，怎么都是矿物啦、啊？嗯，我们要秒杀才对啊！我们要秒杀，到底是什么、啊？好难秒！啊啊啊啊！阿俊有看懂吗？这是什么？想象力？你到底在画什么？为什么是倒过来？你在画什么啊？怎么会是床啊？那下面三个是木头啊？上面是羊毛。还没放。哈哈哈哈哈作品不同了，作品不同怎么了？然后卡比兽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啊。看不出来是羊毛。啊，就另外一个画出来，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猜铁砖？没有，一开始乱猜啊，看会不会蒙对啊。要合成的吗？要合成的，是不是？怎么擦掉？再换一，重新画一个。紧致游戏吗？画完了。靠腰啊！铁砖画像箱子，像什么东西是两个箱子合成的？箱子才不会回色，剪刀没错。
可恶，胆子输了。秒杀吧，秒杀题目。跟人家差十分呢，管是第一题那个鹅卵石的问题。鹅卵石还好吧？飞龟，我还以为是打火石。这是什么？看起来很可爱的东西。好可爱哦！哇，他们是羊驼吗？啊？他是羊吧？他是羊啊。他落马哎、欸。他是落马。太难了，太难了，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用那张画太狠了。它是山羊。你们有没有觉得太简单了？然后换哪一点？Minecraft 吗？对啊。Minecraft 比刚刚简单一点，至少有个范围。哇，你看刀子的话，天哪、啊！海豚刚不是有出现过吗？啊，那是另外一个。那是另外一个哦。简单，但还是没赢呢。哦，能不能赢不是重点哦，对不对？是该来歪的时候了。我也觉得差不多了。可以了，我觉得你我奶会玩这一题，我该来歪了。你现在在画什么？我竟然猜得到，它是四个字的。我不知道啊，你继续画、啊。不是吗？不要不知道的繁星。没有啊，你继续画、啊。很羞耻，有没有？好羞耻哦，快过来了。嗯。还快有这个东西吗？麦块有这个东西吗？那什么东西？花栗鼠吗？弄软烂的东西呀、啊！你这是马铃薯。欸、我画的很好哎、欸，我是看你讲你讲答对我才猜的，不然看不懂哎、欸。你看幼年总可以把答案讲出来，我怎么知道我乱讲的就是答案？难怪有这个东西吗？这是宝可梦吧？难怪有这个吗？这是宝可梦吧？这是什么？有啦！难怪我叫这个，我叫什么？我刚忘记叫什么名字。在中介里面的吗？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啊？真的忘记耶。啊！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是什么？优奈第一个字错。嗯？哈！我直接找，欸、我直接用找的。可恶！可恶！有的有啊，有这字啊，一样啊。有有、啊、有、啊，很像，很像，很像。啊，小怎么变成瞎子啊？哦，你要怎么赢过你们两个啊？很难哎、欸，不行吧？要再玩一次创世才知道换，要换了。还有奈啊？看你们，有看我们？不是啊，我们都可以啊。你觉得太简单的话，我们就换难一点的啊。都可以看你们。我错过了回合 ，What the fuck？ 你刚才干嘛？动了一分。Hello。现在还是 Minecraft 吗？对啊。对啊。哇，完了。好像、嗯，好像什么？画的好像《拜拜日记》，蛮像。忘记他脸了啦。嗯，有脸色。啊、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我看一下啊。阿金，快点呐！快点猜了，拜托了。你说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叫做地狱水母，地狱水母，不是幽灵水母。认真的吗？他名字太多了。中文的，中文的，拜托。地狱水母。熊头是什么？嗯、啊，好高端哦！为什么发现了？我怎么猜到了？这很难吗？棕色羊毛啊！哇啊！这画面是黑色的吗？现在不是蜘蛛吗？好了，好了，还有它的专用名词啦，四个字，对，四个字。哦，我知道，我知道是什么啊，我居然猜到了。
他学坏了，搞他！好，搞他！欸，不是吧？他学坏了吗？认真的。哎妈了！哇哇哇哦！猜到了，水桶，然后嘞，我会笑死，哎，水桶就是答案吗？对，那可以开始做了。呀，这游戏是这样玩的，我玩了三局，这游戏才开始。这样才好玩，你不觉得这样才好玩吗？这什么？香油钱的箱子。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啊？好可爱啊！太会画了，真的。这怎么画？飞碟。那块飞碟。没有。那什么？啊？哭啊！他已经坏，他已经绝坏透了，他已经坏透了，学坏了。他已经忘记他刚开台那时候害羞紧张的感觉了。没有，还记得，好不好？他记得，好不好？大猫咪，啊！那旁边的东西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没有的，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大便？我那不见黑化。欸，你不要混淆人家。原来叶妹，你看你爸多灵魂，是多像叶妹，很多欸。
章鱼哥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的脸吗？这是什么的脸啊？什么东西长这样？是吗？不是。为什么你猜到了？妈告诉我的。跟章鱼哥有关吗？有啊。妈，你看没看刺青吗？刺青？谁有刺青？你猜啊。谁刺青的？那不是海带吗？哎、欸，妈妈，你偏心没告诉我哎、欸。他怎么告诉你？很简单呐、啊，简单的不得了哦。很简单吗？这到底是什么？干嘛？你傻眼了吗？你居然有刺青吗？有啊。他很吵哎、欸，然后铁军有刺青哦，我不知道哎、欸，他肩膀上会有藤蔓啊，麦快没有气了，你不要骗我。啊？安静。到底在擦什么？拿三叉戟啊，阿静，你是不是不够油啊？他忘记那个叫什么吧？麦克风有这个吗？他地包天星哦。这是什么啦？我们在猜麦块不呢？这不是梗图吗？好烦哦！欸，我梗图画得很好哎、欸。嗯，那是你的梗图吧？哦，哇哦！现在都几点了？啊！你怎么可以先踩到？我只不过是打字慢了一点，这个很简单吧？三色道啊！啊！
哇，四个字全错哎、欸！我的天哪、啊，四个字全错哎、欸！出我爸爸！看青蛙是什么？难怪我最好的青蛙。我什么爱心？嗯？钱？这个还要什么？钱对不对？一是喜欢，二是什么？拒绝。为什么有剧情啊？被拒绝很爽。一个字而已吗？哦，白痴哦。看懂了。也带情境了。这是什么？他去自杀吗？他跳船吗？晕船，他晕船，他晕船。不行哦。三色豆。恋爱感。你刚怎么画的？这样子。那是什么？不要复制，拜托。这是什么啦？这是什么？答案就在题目中。我知道啊，好难吗？这个游戏。这是三小草莓花糖。你这样哪会用啊，白痴哦、喔！你接反了啦！我接反了。你在干嘛啦？怎么办？我被你们带坏。对。是在玩的吗？两个字，就这样吗？简单无比。乌龟是谁？小乌龟，白痴哦，龟龟哦，他们开台啊！你给我下去！我吓一大跳，原来我是这样，吓到白痴哦。那什么？龟龟吧？不是啊，你画的是什么？
那是大便，那是大便，什么东西拿去烧？会变成大便，对不对？变成大便，那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不行了，那一颗到底是什么？那颗那么难？学到了，高碳会有大便。对，我也是没有发现他被我丢下去。他没有吧？如果你在干嘛？我在想，想谁？我把他丢下去。丢我！等一下，等一下。你怎样？丢我！我看到你在开台了啦，干！啊，我刚有讲啊。妈的！你画我猜还不揪我他妈超会猜，那你来吧。我绝对不会。这是什么？如果我没有第一名，Pocky、我下次就用鼻孔吃拉面。哎、欸，我最近才要丢人家吃拉面了，走啊！我要吃、你用鼻孔吃那很浓味的拉面，好不好？有这种东西吗？不要辣味的就好。蔬菜。你们玩完这一 round 再说，好不好？我们玩了，我玩了。哦哦你想玩什么题目？好啊，我不然外卖快都欺负。如果没有用鼻孔吃拉面这个选项，我就玩。动漫会不会很难啊？用那会不会爆开啊？我会爆开。欸，不是，我很久没玩这东西，它是新增了超多选项。对啊。他想二选一，大家会爆开。我觉得大家如果不知道题目，就给我用查的。我要开始了，干真的我也要玩啦，我也要玩啦。等一下，我贴啦，你急屁呀、啊！我先把手机拿起来，等一下啊、喔。我要先开那个了，第二个视窗了。搜寻什么？红色头发，手上拿两把刀，然后什么背上有东西这样子的关键字。红色头发，手上拿两把刀，简单啊。那是什么？红色头发是谁？干，就是染头发的 Kito 没。我好了，完了，有人用冰桶吃拉面了。大家乌龟没有，大家乌龟没有第一名就用冰桶吃拉面，用屁股吃鸡腿，好可怕、啊！用屁股吃鸡腿还好，至少不是用屁股榨甘蔗。好可怕、啊！你要这样吗？乌龟好了没啦？点个链接有这么难吗？哪一个链接？哦，我看到了，不是，它每个链接的图案都一模一样，完全没发现有新链接。我要怎么加入？你就按那个进去就好了。我按空的玩家栏位，没有，我不能加入哎、欸。你按第二个连结。我们现在题目是动漫吗？对啊，这个。嗯。看一下这个字，确定前往。哦，那还要有你的资讯呢。那我要叫做帅啊乌龟，干。帅乌龟。好，游玩，我要换头像，换一个酷炫头像。年大事都补班补课啊，很多啊。好，我哎、欸、还要看广告啊，看一下，一次就没了。好了，进来了。哇，好难哦，哦要死我。完蛋了，我要爆炸了！天哪，不行啊！天哪，怎么那么难？等一下你还是设180多分吗？会死很惨哦。等一下，等一下，猜动漫是要猜角色还是猜那一部、啊欸？我觉得可以把作品解出来，让大家至少猜到是什么。我没看舅舅，我没看舅舅，好难啊！我没看舅舅到。怎么那么难？哎、欸，没看，没看，太难了，欺负人。太小了，啊，没看九九要怎么办？啊，就只是拉面啊。猜角色名字吗？哦，是让我查呆呆带过来的吗 ？Hello， 到底是什么？我没有看九九。角色名字。他应该每个都是猜角色名字吧？
舅舅每个人不是都会讲欧拉欧拉吗？没有，好难，怎么那么难？我就说会死，死很惨哦。马上开 Google， 欧拉欧拉是谁讲的？很多。好，乌龟行不行啊？不是，我没有看，我没有看，我没有看九九，我完全没得猜啊！所以给我四个，所以就该讲动漫会死很惨嘛，就这个原因啊。干，我看九九，白金之心是什么？我只知道卡比之心。白金之心。啊！我吐了，宣反了。我完全吐了。我会不会一直都是零分呢、啊？不会啦，这个应该只有我没看啦，其他应该都有看。四个字，哎、欸，不太友善哦。我们不是说要把作品讲出来，这个就是作品名，我是要讲病名。完了，这个作品名不能讲，是不是？哦，干，这画得很好哎、欸。你知道刚刚我的题目有两个。是什么？一个是白金之心，一个是那个命运十字门要求哦。命运十字门是在要求哦。他是 man 吗？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知道。哎，这个。Very easy， 睡啦，又来输的用鼻孔吃拉面了。我不知道，四个字。哦，这画的太好哦！跟会画画的人玩这个好输压哦。哦，我刚看到你画，我就要死了。干，那我怎么办？我的画超丑的。还好尤奈感觉要吃拉面了。我不要吃拉面，我偏要用奇怪的地方吃拉面。我什么四个字？怎么都是四个字？我画太上面了。这是什么啊？我知道了，是傻小。这是什么啦？炸弹超人哦！这画的很新耶。这是什么？为什么你猜得到？哦，对啊，是真的长这样啊！我知道了。好难哦！你一个误导，我以为是炸弹超人，妈的！很难，哎、欸，这太难了吧！完了，爆了，吐了啦！我想一下，崩砸了。让我想一下哦。哎、欸，动漫好好玩，动漫跟麦块的成绩差好多哦。嗯，好，我知道怎么画了。你知道怎么画的时候，时间走已经走了三分之一了。霹雳兔，对啊，很烂。我们真的有看过这个动画吗？这真的是动画吗？我看的动画很少。我劝你是快点。我劝你还是不要拿分数了，你是扣分好了。不是，我画很像啊。靠腰啊，我竟然知道。对嘛，你看。靠腰。我竟然看得到。我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看过吗？就是这个样子吧。白痴啊，什么啊？我画的不差吧？我有表达出他那个那个意境。不，这很简单，这很简单。嗯，
应该在座所有人都知道。哎呦，他竟然说还在吗？哦，他刚才问我来着，他叫你按一下那个四的，对不对？嗯。哎，这个是一个人还是植物？人植物、啊。哎、欸，猜作品名。等一下，这这是什么呢？不是。好的。白痴哦！猜得到？我看到那个条状物。我有看过吗？有。这是什么？啊，那个条状物，你要不要条状物也涂黑之类的？那是什么？烧焦？我吐了。你要不要画个眼睛、嘴巴之类的？我没看过猎人啊，去看呐、啊！你怎么没看过？我没看过猎人。所以现在都是作品的名字啊、哦，大部分都是作品名，是不是？好像是哦，还没看过。我在观众有猜到是小杰、啊，好强哦！我就跟你说吧，好像目前都是猜作品。跟乖乖同桌，那是什么？我知道了，这是什么？哦，我知道了。啊，我还在。你是太棒了，有奶，直面楼，直面楼有奶，就那酒吧了。如果出球如同酒吧了，你敢生气？要画什么时候？你就画头上两个洞 啊，三个洞啊。不用字数，我都猜得很好。哎、欸，你要知道哦。这样想要吃面的是你哦！哎、欸，我没有看过哎、欸。哎、欸，哥哥要用屁股吃鸡腿。我还没画。哎、欸，都不要猜啊！我们让哥哥说话、啊、都不要猜对啊！你该不用寄生兽吧？这发型刚刚很眼熟哎、欸。这眼睛也是哎、欸。没有。那是你画那个那洋葱，洋葱，干嘛啦？啊，是不是这个？我可以故意打错字吗？是这个吗？这个吧。我不想猜这个，如果你画是这个，会生气。看，真的是。哎、欸，是故意打错字，你打对字哦。哎、欸，哪个字啊？啊，这个。我画的明明很像，不是啊！我打什么字？哎、欸，我音到现在还没看哎、欸，可以看的啊，好看哎、欸！不是说撑过运动会吗？哇，看这个太难了吧！运动会不是过了吗？我觉得我都还没看呢、啊。五个字，乔鲁诺·乔巴，乔巴。我乱猜就对了。我有看过吗？阿静有有健身环大冒险，我也看起来像健身环，对，那也太像了吧！你干嘛哭啦？不行了。啊？啊！打皮卡丘？这是什么？那是一只动物吗？啊！我吼！哎、欸，我问船神，靠！问船神呢、欸？怎么啦？为什么？我觉得他的非常低好。我在挑字。我不知道，牛奶拉面前我出了，不行，我帮你加面。那是什么？要加面吗？
我猜不到啦。我已经画很好了，我已经不行了，我真的已经画很好了。没有，我觉得关键是他用绿绿的那个，我猜出是哥布林了。我总不能画哥布林在那个女生呢、啊？我的天哪！观众好强，人猜出来是哥布林杀手，太强了。好强哦！我觉得猜出我的红椒洞的比较强哎、欸。这是什么？四个字吗？这不是面包超人？乔鲁诺·乔巴纳。我觉得是。我还在。我知道。这看起来像那个呢。我居然猜到了，那你。太聪明了、欸、不得不说这画真的是蛮好的，画得好好，我的天哪啊是不是啊，他竟然可以改出这种画啊，这什么，为什么可以画那么好89，就是99啊！我就没看过九的。好啦，好啦，鬼鬼，胡子 life， 你又可以出一集了。为什么？是他们找我啊？我不要，我爱吃面的、啊。什么？啊，我知道了。你知道了。白痴哦，是哦，原来几个字，这个几个字一定要给，太难了，太难了，我找不到第二个字啊，不是波风水门哦，是什么？空空馒头啊，是这个字哦，白痴哦，我知道了，对，什么？不是鬼灭之刃吗？真他打出这个全部的吗？真的假的？对，哎、欸，这画很好哎、欸。他为了不用屁股吃东西，我从来都没有说要用这屁股吃什么东西。第一届不要让屁股吃鸡腿大赛，不要闹了。我想一下，这要怎么画？我要画一种代表性的。善意很善意耶，他平常都在哭啊。先按提示啊，这个应该先按提示，慢要死。哦，好、啊。哦，是有点难画哎。不对，我要换颜色。这边都才九九是怎样？这样子吧。那是怎么啦？时间已经一半了。他想吃拉面，你不要催他。秘密邻居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啊？是什么？嗯。好呗。怎么猜到了？明明我没有看这东西。明明就画得很像，帮你画个鸡块，我都知道是什么。哎、欸，我怎么在垫底？怎么可以？你不能猜，你猜对了他会有分数。完了！我这一部有没看？你们大家加油吧！一二三四，我吐了。乔鲁诺，我查一下，我一定画得出来，妈，是我旁边有独眼的东西吗？我不知道。有啊，我没有看。牙骨兽啊，牙骨兽只有一只眼睛哦。他画侧面呐、啊，我只画侧面。他画的是正面的脸，然后只画一个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较想吃拉面。六
个字，作品名称吗？对对对对，我完蛋啦！我有看吗？那个什么啊？啊什么？啊啊啊！啊十八？不是。不是这个、哦，不是野狼漫画先生吗？我以为是哎、欸，有你看看你是不是打错字？没有打错字，要把青跟这那不知道他就乱，不知道青什么色青乱乱，怎么可以这样？打龟龟直接偷你答案呢、欸，白痴哦、喔！哎、欸，好过分呢、欸，龟龟，你给我吃拉面哦、喔！我看到 R18我就知道了。欸、我意外的话蛮好的、啊，我觉得。这又是鬼灭之刃了。靠腰、喔，真的假的啦？真的啦。三小啊！哥哥，为什么可以这么慢？不是。我找不到那个童，就同学的童哦。怎么办？他是木头的童，我两个都没看过。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画，救命！先把提示按出来。提示。看，都给我四个字间才九九十分。对啊，我靠！救命！救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画。我刚刚没看过《罪恶皇冠》啊，摩登原始人吗？那个轮胎，五元，我不知道怎么画，救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 Google 可以吗？赶快啊，那一半。安安安安，不行啊，都画不出来啊！完了，直接没有办法让龟龟吃，用屁股吃鸡腿，爽啦！我可以用嘴巴吃鸡腿了。我不知道怎么画，我放弃了。这个代表的是谁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单字流浪神才。那什么、啊？没看过。这个太……你总要是这个啦。好热哦！你是说要准备吃面了吗？好热，那是什么？啊，靠，那叫什么？靠腰哦，我忘记了，那叫什么？我忘记作品名了。我把他的轨迹，我把他的轨迹画出来了。为什么一直都有这个呀、啊？我总是想到幻想神域啊。幻想神域。换我，换我了，千万不要太难。我干，我干，这个真的可以啊。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什么东西有十个字？来 Google 十个字的作品名称。啊？
我直接吐了、欸。不是这个吧？我知道了。哦，那是在哪？我打字太慢了。嗯，啊，不就是从零开始异世界生活吗？我错是错在哪里？错是错在一个不知道。哦，白痴哦，第一个字哦，吐了，吐啊，吐死了。啊，这应该是我朋友的婆，四个字。这个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错在输在选字，五个二十五个字很难呢、欸。怎么看起来是萝莉？我喜欢这妹子。然后其实应该是要画这个啦。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忘记是什么名字。哈？全员阿修罗。太会猜了吧！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啊？干，我输了。萝莉翻的可以不看。真的不是全员阿修罗吗？这不是木之那一部吗？全员阿修罗，龙王的工作忘记了啦。我没看过啦，我吐了。这怎么画？你是萝莉控，你竟然没有看我？我现在不是不完全是萝莉控，嗯啊、欸、提示提示，对啊，每次要选字烦死了。哈？这是什么？我看的动画这么少吗？不是，我第三个字打不出来啊。你可以叫 Google 帮你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要关键说什么？哦，找到了。异色瞳咖啡。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还可以讲什么。异色瞳。我对他的印象就走这些。哎呦！乖乖想吃拉面。什么啦？我没看过，我哦，我吐了。我也没看过啊。我也没看过。我也没看呢、啊。那你们怎么猜到的？啊，他红了。就长这样啊，对啊。你先说一个坏绿色爆炸头，我也知道是那个啊。我的印象，他应该是戴这个帽子。你每次都一个发型画什么帽子？他是看我乱猜，发型好啦，靠腰啊，太强了吧？啊，然后三个字应该只有那个啊，那叫什么？那叫什么？
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人啊？不过应该知，不，反正应该知道，原来可能不知道，没有是看到他手上那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你错字哦！错字！你错字了，我干，好干！可是烘焙王里面没什么人是戴那个帽子的呢。我只是代表我没看过，代表性的戴一下。烘焙王我只看过几集啊，我只知道太阳之手而已。现在是有四个字都先猜，罪恶王冠跟啾啾就对了。没有，因为我刚刚只记得我有刀剑神域，我拿到啾啾这个题目而已。那个什么的欸，我觉得我很强了啊！是什么？是什么？我觉得我很强了，我把他特征都画出来了，你画得很好欸，把特征都画出来了，哇！终于来了，我会的了，六个字欸。六个字，你们一定看过了。有《阿修罗二》，我跟你讲，搞不好只有我没看完嘞。动漫的名称吗？通常都是啊。有可能是角色的名称。有啊，刚不就同人？哦，我知道那什么，我不知道啦。好啦，画这个了。我打错字，妈的，妈干，过了，秒过。那是什么？原来只有看过一集的东西。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不孤单。那是什么？这是什么？怎么念？我不知道，我不行了。我想起来，但是我来不及打字了，算了。只念金素素了。动漫怎么那么好玩啊？哇，龟龟要吃面了！龟龟吃面了！耶、yeah, ，龟龟！好，打完最后一轮，然后休息了，剩最后一轮 ，Go Go Go！好啊，一样吗？同样题吗？对啊，同样的，这个也让大家很痛苦。我这个我也没看耶，怎么办？我不知道他发型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甚至连他穿什么颜色衣服我都不知道。来 Google 啊，按提示，按提示，几个字。我真剪的、啊、好强啊！好强、啊！估个一下，是什么、啊？一秒就过。忽右界啦，左右界。为什么不是？我没看过这个哎、欸。没看过这个太夸张了。柯文哲四种，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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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这太简单了吧？哦，不行，我想把它画的好看一点。死神小学生，我想一下哦，嗯，他的头很难画哎，我想一下，皮肤是在哪里？这里，哦，咖啡色。是不是很少冷门的？还是会有没看过的吧？只是我们没有选。嗯，这怎么三个字？像这个王冠我就不知道啊，所以才每次都猜啊。我知道了，
不是吗？哎、欸，到底是什么？我什么字打错了？灰太狼你吗？灰太狼，哈哈哈哈哈哈！哎，我怎么可以错字错三次？你们要打多少个蛋？好难哦！我怕有点不会。嗯，老字哇靠，真假的，我知道了。他懂是动漫。有人竟然知道吗？有人竟然知道吗？我也没看过这个。别笑！怎么又是这样啊？九个字。为什么你都选名字很长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字。到底是啥、啊？啊？一二三四啊？为什么？知道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奇妙冒险、啊，你每次都玩这个，难怪你这么爽，因为又说要这个，干，打死不看九九，妈的！去看九九、啊、第五部很好看哎、欸，你可以看三四五啊。嗯，我靠，不会吧？画得很好哎、欸，怎么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简单？哦，原来已经不会画了。哦，这个简单啦，这这么难呢、欸？二四六，然后已经不是九九，不用猜了。我想一下哦，这要怎么画？咖啡色的，六个字。嗯，请问他是侧脸还是正脸？很无辜。他是很凶的脸还是很衰的脸？不对，不行，我觉得我要把那个手势画出来。我看来是侧面很像。不究竟是什么？他比中指吗？不是。什么啦？那什么？啊、我猜不到，我这题放弃。干，这样子还猜不到哦！哦屁哦，这是什么啦？我知道，我要救龟龟吗？最后一秒救我啦！你他妈救我！我不会，我没有看，白痴啊！神经病！我说的是科学超电磁炮，不是超科学电磁炮。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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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没看，亏。我也没看啊。这个有那有看呢、欸。五个字吗？我要画的好有点难。我还在。嗯。哎、欸，我好像知道他谁哎、欸。没了、啊、哦啊我怎么猜到了他拿出那个东西那东西是什么我在找我剪刀吧哦知道这个话说就可以了我知道，真的吗？很难呢。我是 Google 红色眼镜，手上拿红色的刀。很搞笑。哦，敬业比方，超难。嗯。这是什么？太简单了，简单到我哭啊！我有看过吗？很红啊！我没看过嘛。很红啊！霹雳哭了猫啊！我没看过。哎呀，那真神的 BGM 啊！是啊。哎，两个我都没看过。换 Google， 别被选一个，赶快 Google。有吗？两个都没看过。哪里有照片啊？按提示，很长。傻小，一二三四，我来就怎样长的？八个字，查、八个字吧。这是什么？啊！哇，我老婆！干，那我就知道是什么了。他老婆？没人不是啊？干杯，基本去死！老婆最近常常都钓鱼连结，你怎么可以猜白？太过分了！白冰冰泡，白姐姐泡汤。什么？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没看亏，不起眼。哦，这个也太老了吧！这永远应该这个哦，我都已经快忘记怎么画，我要查一下。这个很老哎、欸，我跟我。印尼梨，没错，刚是印尼梨。应该超速悠悠吧？他们打超炫悠悠。提示按下去啊！哎、欸，这我没看过，是不是？我知道了啦，看九九的哦。为什么又是九九？你说 JOJ 吗？九九。晚安。尤娜一定猜不出来。
这太老了啦，是老吗？老是真的，是真的很老。那我一定没办法了，完蛋了。看，我是刚刚看到观众打字，马拉基，哎、欸哦欸，观众救命！阿拉丁，你画太丑了吧？让我认。我想抽这一题耶，这垃圾。换我了，换我了。哇，二选一耶，我要选哪一个？好，选这个。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吧，干，打错字。呀，慢点，慢点，慢点。简单吧？选字好慢。真的是国民妹妹。干我妹长这样，我一定把她抓去外面照太阳。哈哈哈哈哈！那你妹也是很惨呢。两个字，哇！我直接猜这个，嫩芽，有困难。好了，有没有猜喽？哎，又画我老婆，白冰冰是不是？我要画了，我要改了。哎嘿，你在讲的话，我就是画白冰冰的，跟你讲，白冰冰泡汤，冰冰姐泡汤剧，两个我都不会画哎。Google 啊，你有双眼有呢，你这场有吃面的感觉哦。这是麦当劳欢乐颂是不是？提示按下去，提示提示，我知道了。啊？啊，就这个啊？看你怎么跟我猜一样的东西，太像草帽了吧？你是看那个草帽对不对？不是卢夫，看起来不是卢夫，不是卢夫。哦，干我还没换成，等一下不要。秒杀啦！吓人！我的走位还没出来，早知道不要先画棋盘，棋盘。渣男小智可怜的笔雕，怎么不是莉莉爱？他的题目就小智啊。哎，这些都很没有什么几年，2015以上的吗？都考那种古老的东西，没有，有很多新的啊。真的吗？阿金，这是你画的吗？我知道了。哎、欸，为什么会知道？为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够宅。哦不，是什么啊？完蛋了，这我不知道啊，阿金。我已经画得很。我要用聊天室力量。
你跟我的差距已经来不及，聊天室也没办法阻止你吃面了。也不行啊。但是佐助跟什么跟我选，你知道？什么？跟千寻，我怎么可能会画千寻？太屌我！千寻也太过分了吧？太阿扣了吧？啊！我怎么会选这一题啊？好，我觉得这一题就这样子了，就这样子了。对，认真。啊？啊？空白的吗？对，四个字空白的。好啦，我画了。啊！我干！我干！什么？我干！对不对？我不画比较好，对不对？你不画要想要想，你画了那个我就知道是什么了。啊，有人有看过吗？有，肯定有，肯定有。我看过，肯定有。我看过，我还看了很多次。这该不会是那个吧？有你老婆了？算是啦、啊，全部都你老婆了，也算是。那是那个吧？吉普，吉普利尔，吉普冰冰，吉普狗狗。嗯，哦，我知道这是什么。哦不 ，easy easy 呀！我刚一样猜白色相扑。为什么你笑说出那么哑巴的笑声？到底谁饿是谁？哈哈哈哈哈！你婆对不对？他婆对，他婆，靠北啊！女婆哎、欸，我婆水岛太太有夫之妇了。我喜欢水岛太太啊！你喜欢水岛太太？你口味好重哦！我阿妈更重哦！我阿妈本人也很重。什么？绿色头发？龟龟？为什么？这是啊，我知道了。要绿什么？干！我打错字了。我们这一家我没看过，真的假的？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会播，不是吗？你现在可以去看那个啊，那个那什么木棉花的那个木棉花上面有我们这一家，有啊，有那个木棉花什么，哇，醉啦，优奈，加好棒哦！哎、欸，不行啊，这是太多很老的了。哪有那个我们这一家超级不老的，现在都还在播。好啦，好啦。就这样啦，休息啊，不不，真好玩，好啦，大家再见，拜拜，大家再见。原本要关了吗？啊，不然我要干嘛？不是要玩滴滴终极选择战吗？这样子，好，我来玩一次滴滴终极选择战。为什么又开始了？没有啊，你们聊你们的，我画我的啊。
那我这边先关台，如果大家想要看优奈玩终极滴滴选择站的话，可以去优奈频道点上我的聊天室的连结。那先这样，我这边先关台啦，大家再见，拜拜拜拜。滴滴选择滴滴选择站，直接去老茶呆呆那边看好了。没错，老茶。好了，我这边也要关台了。那晚点不确定会不会继续开啦，因为先问，反正先这样，先关台。如果晚点还要继续开的话，再来看我。好啦，先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我想说，老君应该明天还是要加班，就不要晚上再玩，好吧。